是哪里？青森。今天啊，正好是母亲节，我买了好多礼物送给青森的母亲。出发！小梦帮大忙 ，Z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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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, Z。去买个早饭吧，什么都没吃呢。还有一个乌贼，好想吃。到青森的8:08。8:08，10:02，不到2个小时就可以到青森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来吃早饭了。里面是米饭。这个便当啊，就是里面放的是当地的特产和美味。那你再来旅游，坐车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吃到当地的美食特色。鱼子，小声说。
函館から来たの。これは函館のイカです。でかいイカ、でかいイカ。少し痩せた？痩せてない今でないと食べれないの。生きてますか？あ、これ、鱼要倒酱油。嗯，感觉这个小银鱼在嘴里头跳，在嘴里头跳，然后嚼的时候没有骨头，就觉得肉是脆脆的。然后呢，没有鱼腥味，好像怎么吃出一股膻味？那个火大的那种味道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朋友们有没有为自己的母亲送上一份祝福呢？虽然我们平时学业任务很重，工作也很繁忙，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，一定要放下手边的事情，好好感谢一下自己的妈妈。北海道的下面就是青森，城市之外，我爱乡村。